歌，只是旁边都加了一个新部这样。可爱的歌曲送给你们。然后人家一边唱一边看到那边隔音还不错，他们还是吃他们的，感觉听不到。这边的歌都唱过了呢。再一次谢谢星光三月三多年的制作单位邀请我们到这边，邀请我到这边来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这边的音响设备很好，对，就是音场很好，大家这样觉得吗？不觉得我声音很好听吗？自己说。对啊，就是整个音场都很好，很开心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这首我被淘汰的歌曲。有人知道什么歌吗？我曾经参加过星空大道，然后呢，这首歌我被淘汰了。什么？都是杨丞琳害的。等一下，大家醒了，大家醒了。来，这首我还蛮喜欢他的啦，杨丞琳很可爱。好，雨爱。
唱完这首歌，突然让我想起星光的回忆。不好意思，你被淘汰了。